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的消费者说。其实我们数码爱好者，包括我们自己，根本不会愿意去拿钱买一部 OPPO、VIVO 或者小米、荣耀线下的机子来去做评测，没什么关注度，也没什么新的点。但是 ，VIVO S9 它打动了我，所以我自己掏钱买了一个 VIVO S9 来跟大家讲讲。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，它是个骗子。因为我们去看它的渲染图啊，好轻薄，好怎么样，它上手也确实很轻薄，但是它的质感，尤其这个大支架，这个其实看着挺难受的，就是这个质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。它中框和后盖确实很好看，但正面板尤其这个支架高出这个不太好，但戴上套了它送的又好像还行，所以这个是一个点。但第二个呢，就是它的这个屏幕上面用的还是三星的 1080p 90Hz OLED 屏幕，这个还不错，没什么好讲的，比周冬雨要好嘛。那个然后就讲它的性能，这一代是它是首发天玑1100，天玑1100是把四个 A77 大核变成了四个 A78 大核，那频率都没变，但是它的制程从台积电的7纳米变成了6纳米，所以在跑分啊、单核多核上面都有一些长进。那包括你开中特效，对吧？因为买这种手机对游戏性能要求不是那么太高，但是你即便中特效玩那个原神都可以满帧跑，所以就够了，也不用讲那么多啊，放各种图大家还烦。好，然后我们来讲它的相机，前置4400万的双摄，用的是是目前在前置只要是4400万都是最顶级的这个 CMOS 前置，包括三星 S21 Ultra 用的也是这个前摄，而且它是双摄，甚至它最大的一个亮点这一代就是它还柔光灯哦，两个小灯灯这样一照更亮，黑色的环境下都能拍得不错，所以对女孩子啊喜欢自拍的来说，我觉得这手机在性能上没问题，自拍又挺不错，这个是好的点。包括其实它的模组前摄后摄跟上一代 S7 都没有变化，但是它的后置模组加入了光学防抖，所以拍东西啊加上它算法也还行，然后它的充电和续航也还就是那样吧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要讲的，还可以，正常水平。那关键的就是它的价格，这个是天玑1000 Plus， 性能差不多 OPPO 的 Reno 5 Pro， 现在的价格如果在线下你关系好讨价还价，应该会比它贵个两三百差不多，同样的配置。然后但是这两个主要区别是什么呢？第一，这个是小刘海，这个是小挖孔，所以你喜欢刘海还是挖孔？如果你特别喜欢自拍的话，那么肯定 VIVO S9 就更适合你，但是从质感上来看有欺骗性哈，这个有欺骗性。所以说这个机子以后这种小评测简单快速的跟大家讲优点缺点的，我们会做一些有价值的，我们拿来做，也不去做那种套路化的什么这个东西，大家看的也没意思，我怎么想的就跟大家怎么讲，反正就是挺适合女孩子2999，然后自拍，对吧？你自己前置录个像，前置还支持 4K60， 我操，所以还不错，买给妈妈阿姨用，然后我们自己用，但有一个缺点就是质感比较差，是那个大支架，哎呦，但怎么说呢，还不错吧，就是比那个荣耀 V40 轻奢版良心多了。好，就是这么简单，觉得观点还不错的话，欢迎点赞分享。大家的评论和弹幕我也会看，没关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。我是沐晨，我们下期小消费者说再见。